不是啊，你们要先连啊，决定能连我再连。好啊。对啊。好啊。我再继续跑一下这个。你等一下要再重新开吗？我开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开了。因为我刚是怕影片坏掉，不敢关 OBS， 然后想说传一下记录档好了，发现哎、欸，影片已经存好了，我就开了。就这样啊。不行的，要重开。不行的，你说哦，我的。喂，花椰菜公主，我要花椰菜。那你在头他头上拔几个就好了。八宝，那只哭了，看起来好凶。哪一只？刚刚那个穿斗篷的。哦不，伤害不够。第一次看到你暴击，暴击没有啊？通常都是看到那个穿斗篷的暴击你，第一场看到你攻击暴击。啦，啊，祈祷中，小雨再看看，嗯，当玩家去洗洗睡，挂台啰，教主晚安，各位晚安，感谢真实的超级留言。有吗？掉了，没有回应的还是？哦，就松开。死掉啦！好可怜。还好哎。没有，我下午可以。你下午怎样跟奶奶聊天？很可怜。不是，我一看到你开台，
就是我今天有点忙，然后看你开台，然后进去先吃个广告，吃完广告之后你就说拜拜，我要下班了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好，可以。好白痴哦！我没带到那个可以带东西的 NPC， 我还乱捡啊，白痴，浪费了。不要死！哦，祈祷中。那这个棋应该可以进去了吧？然后你进来就叫晚上。啊！这个是啥游戏？啊，干对耶，没有贴到。啊，换，反正要换游戏了，我再找给你看。这个游戏叫……地城啊，不地狱啦。是的，关掉。祈祷中，告诉我拨打，这是一枚小炮，关门吧。哎，我也有哎，要不起啊？香港很少地方有人买。我是叫寮主从台湾寄给我的。为什么我祈祷那么久？不知道，我刚刚也开很久。对啊，好久，等一下，没事，慢慢来。哎，我好像好了。哎，繁星进来了呢。啊！那你要重开吗？不要。看来我比较想玩这款游戏。而且我刚刚还睡着。你要死掉了哎！我要死掉了。鸟哦，吓到我！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饿死，没事。好冷，我好冷。下面，往下走，往下走。下面。我看到怪怪的东西，想咬你了，快跑！是，它是要咬我的。哦。我要去采花了。等你采完花，可以放进我那个姐妹骨灰罐里面。你说花朵吗？对啊，就是贝爷在旁边有个姐妹骨灰罐，可以放进去。好惨，怎么路上一朵花都没有？
怎么又下雨了？人嘞，看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有我的？你那个，请不要用我的照片哦，不是照片啊，用我的图片这样子哦，其实这样很不礼貌哦。啊，一次只有一个而已哦。啊？有那个花。一次只有一个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就你的那个什么骨灰的那个。对啊，可以放四个啊。OK。哎，然后我们这个火锅旁边要种树吗？篝火可以啊。我看到有人有那个。礼物可以偷拆吗？那就是上去老上次老去用的啊。好，让我偷拆。我要漏完啊。哎，我逼很多冰块了。你们可不可以？浆果是放在哪？这个吗？是。是繁星做的肉丸吗？嗯，没有。我做的，你吃啊。OK。我要去敲冰块喽。
好像拆太久了。雨伞，你缺什么？雨伞不要猪皮吗？对啊，没有吗？没了吗？看，杰斯特的嘞，啊，他攻击我了，不要，谁啦？李子怪。嗯，不行，你不要尾刀到哦，你要给我打最后一下，不然你们的友谊就到今天了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然后，一个怪物肉，然后三个冰块肉。嗯。欸，水瓶不够，为什么？什么水瓶？你不能用那个，你要用下面的锅子。哦。对。那个对你来说太难了。又是我。啊，你就低压，没办法。你等下要不要去睡觉啊？我吧。不是啊，睡觉可以回理智啊。哦，对。太多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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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那你去死好了啦。不行了，应该要死一死了。那你帮我 PR 杀。感谢胡椒粉的 How are you OK？ 感谢胡椒粉的超级留言。Hi、啊。Are you OK？ 干，对不起。哦哟。我只能直接讲 How are you？ 感谢胡椒粉的超级留言，感谢你的超级留言。雨伞在哪里呀、啊？生存，谢谢。啊，对，要做漂漂亮亮，算了，你自己做。你说太阳伞不是啊？雨伞啊，是啊。等一下。哎，
对耶，他在哪里？工具吗？没有啊。不是不是，对，在那边。啊，你又回来了，嗨！他哪里要盖那个雪球机器？应该没有了吧？雪球机器上面啊，住人家要吗？要。好。要。不过其实日常靠近那边没有用没关系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常会经过。加个火。你加什么？你不要问。甘草的根。No no。葛罗姆粘液。No no。完了。新台币，我这个我最生气了。港币。这边这些东西搬去这边就好了。嗯，他怎么树苗都不见了？什么树苗？那个啊，像那个啊，我要去种树啊，在地上啊，哦，还是被我放在那个燃料锅子里了，燃料盒子里，燃料箱子里，里哦。大家好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那、啊、你这边没有放门，你等一下这边长出草蜥，你就知道了。
啊，对哦，我忘记做门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不做门，我是忘记了。太强了吧？嗯？这样也可以忘记。哎，你怎么中的啊？那么强可以这么歪啊？没事，对不起，不该追你的。我怎么修他？什么意思？修什么？修单机呗。看一下，我修他的话，我就需要。哦，那个门怎样？门怎么做？线吧。而且那天知道为什么东王了啦，太久没打东王，东王会打火源呐、啊。我那时候就看到靠在火源旁边，我要扒死，哭啊！怎么了嘛？等下就知道了啊！不对，你有看我台就知道啊！你会那个啊？哎呀，到底是怎样？可能东西要往，你说牛牛旁边放一点，因为你说会烧是不是？嗯，你用啊。我在想，我不想多盖一台，我觉得很浪费。我说你就用啊，你就移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不然你去弄个那个地毯出来，跟我们讲范围在哪。对，也不用哦。怎么会有蜘蛛？先帮你煮饭。更多的大肉肉，你看这个啊？怎么？哇，你好强哦！妹妹很强哎、欸，
哦，老舅不知道那是什么哎，你可以给他看看。老舅不知道什么？老舅不知道蜘蛛猫是什么？蜘蛛猫就蜘蛛猫，哦，就是三层蛋的话，有很高几率会生出蜘蛛女王。然后蜘蛛女王就是它一起来之后，原本的三层蛋会变成一格高。然后如果你不打蜘蛛女王，它就会顿回那个顿回去变成两格高的蜘蛛蛋。所以要么打死它，打死它一定会掉一个蜘蛛蛋，那也会掉那个蜘蛛女王的帽子。喂，老舅，嘿，有听懂吗？好，我简单来讲，嘿，海龟蛋一开始就一颗，随着时间变长会变成三个高的海龟蛋，然后三个高的海龟蛋里面有可能会蹦出海龟王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那海龟王一出来之后，那个海龟蛋会变成一格。那你打死海龟的话，它一定会掉一个海龟蛋给你，可以中的海龟蛋给你，也会掉海龟帽给你，这样子。OK， 好，你听不懂，你一定听不懂。他应该可以吧？他理解能力没有很差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在忙他的东西。我觉得他在忙啦。他不能一心二用，他今天差点跟我生气。你常常让人家很生气啊，你不能怪老居啊。哈哈。可是我没有，可是你没有。哎，猪皮放哪里？在我身上，对不起 ，chest 里面。然后想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。咦？老舅在干嘛？我在采花。然后打算要下去那个地洞，地洞拿荧光石。哎，是哦，我才想说，看有没有蘑菇好不好？拜托托。啊，什么东西？蘑菇树，帮我摘一点蘑菇。你要带斧头去砍蘑菇树啦。哎，看，你要他的声音。为什么？绿色。哦，看蜘蛛女王是不是？好可爱哦。你如果不打就离开他，他过阵子就会回到那个变回两个高的蛋。没有，我在想说先在附近采采花，来看到蜘蛛女王。你看要不要啊？那叫小鱼做好了。小鱼。嗯。哦，想说叫你在家附近种种树，不吧，种种花啦，就抓那个。所以小鱼是要怎样的蘑菇？随便一种蘑菇都可以。随便一种蘑菇都可以。哭啊！这边也有长蜘蛛女王了啦，整满地图都是蜘蛛女王。嗯，先回来。刚才清完一波蜘蛛，给我长出来，哭啊！高陨石，高陨石。
主角说晚安。晚安。快回去好不好，女王？深夜才赶上的，这有算深夜？嗯，没有啦，没有很深夜。对啊，还不够深，我们可以更深的，还可以深入一点，真的去地狱。所以你刚刚叫我做什么？嗯，抓什么？抓蝴蝶啊，抓蝴蝶，我记得了，对不起。听黑的，听黑的。没有食物可以吃，怎么办？吃花。没有阿姨。弟弟。吃蘑菇，蘑菇来吃。要烤过哦。蓝色跟绿色都要烤过。问题是，他吃的是增加那个。那个什么，反正我吃完理智就没有了。嗯，烤过的也是降理智吗？没有没有，烤过的是加理智，然后没有加宝石度。哇，你在哪里？很深吗？我去找你好了。耶、yeah, 谢谢你。小君你很远吗？喂别笑。看起来在打架。我现在在
不要，我找到食物了，被砸死的兔子。啊，我在洞口附近。好。好惨，没血没，没血没泪，没血没饱食度。好了，我进来了。你等下到处换头像是不是啊？他搞不好不在聊天室啦、啊，你这样打字也没有用。对啊。对啊。检举就好了，没事，好不好？感谢。哎，我没下来这个地道过。蕨类植物能不能煮菜啊，小雨？不能。蕨类就直接是拿到草而已啊。哦。我刚刚想说要不要用蕨类，就也没有用。好，继续去采蘑菇。你要等别人有空啊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？你是说你想看就行的？你要等兰兰有空啊，对吧？他下班也都累死，我都不好好意思找他跟我玩。难得休假，还要……哦，他今天休假。我说，比如说难得休假，想好好放松，都不行放松这样。绿色包子会围到我身边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捡到他的一个东西？啊？你是不是捡到他的什么东西？我这边有什么东西？荧光石吗？还是我拉着绿色蘑菇？
哦，妹妹死了，哭啊！哦，又要等她复活，复活还要等她过几天才能够变身，变身超级妹妹。第二年了，很容易出蜘蛛女王。这个好笑，就这个。你好，结果。你居然连一个长毛都没有，我太可怜了吧？谁？我。我也没有了，打到爆掉。瓦比盖有600滴血了、欸。为什么？我知道姐妹骨灰坛是可以加速它，自己加太快了吧。哦，显示 bug 啦，现在300了。然后姐妹骨灰塔好像半天就可以让阿比盖了600滴血。哇，好快哦！对呀、啊。打大象。繁星是我，怎么了？繁星，妹妹，你看不出来他在打我吗？妹妹，咬死他！不是咬蝴蝶啦，你被打，咬蝴蝶啦，咬蝴蝶啦，不会盖啊，一家啦。ET 羊真是有够烦的，还没断。死了！你、哦，对，我没血哈。没有，因为我血量越低，那个妹妹伤害越高。是哦。嗯。
所以你就一直把自己搞得很惨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，小鱼，我们去打他。小鱼？你啊？我没听错吧？好呀，帮我找谁啦？好。哎，我看到你了。我捡点种子好了。哎，我这个样子好时尚哦。我好久没有离开家那么远了。这都无疑啊，这边等一下我先捡，等一下，他的攻击范围太远了，我无法，我在叫你等一下啊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感谢。嗯？为什么？哦，我是不能捡东西你。我不是不能笑你。开怼，开怼。怼他！请问你叫我来是死的吗？我怎么知道他？怎么知道你那么没用？我以为你……你有没有锤子？没有。你就拿锤子。嗯？我的提灯 skin 怎么变了？哦，变回来了。晚上喽，小鱼。哦。看这棵树中这边有点碍事，把刀走。我迷路了啦！就往一个地方走而已，怎么会迷路？我怎么知道？哇！我连在老居家也可以迷路，所以千万不要感觉到意外。哇，哈！你好小。等一下，这样。对不对？拿下这个。啊，哭了，好
靠北啊！搞毛啊！我靠！干嘛啦？拿锤子！嗯，刚哪边蝴蝶多啊？附近的花也太干了吧！你捡太干净了吧，老鞠。我现在已经要直接等着，等死啊！对，我要等死了。为什么？啊，你附近有盖萤火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回到家了。哦，算哦，请珍惜生命。你是不是还需要那个胡萝卜？那个兔人真的很难死，怎么掉的几率感觉有改啊？哦，找到东王的小鸭鸭了。东王的小鸭鸭，不，春王的小鸭鸭。哦，怎么了？你在想要不要做网子，然后去找蝴蝶抓一抓？要啊！繁星刚刚就在叫，我在叫什么啦？看好！我的意思是你正在叫我，叫我们要去抓蝴蝶，这个叫抓蝴蝶。我们可能在叫，这样。我刚刚只是没想到我该说什么。你得考。妹妹怎么走那么慢啊？嗯，还是有改过啊。妹妹伤害是固定的啊。我那时候看的资讯好像又更新了。哎、欸，我忘记把我身上的肉丸放进去。
嗨。啊！真潮汐了、欸，跑出去了，怎么可能？我骗你干嘛？好像一面墙爆掉，他走出去了。你看到这边缺一块，我刚补了啦。你看到缺一块啊？刚补了啦。Oh God！ 崩溃啊！要干掉他吗？要。你不要追他，我来啊！他跑了。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天要黑了，我要回家。我去睡觉了。什么睡觉了？我要去睡帐篷了。哦哦哦。放肉。困啊！我靠！哎、欸，有人理智太低了。我。哎、欸，那你等一下，等。等，繁星睡完，你去睡。那睡觉可以加力加血量，你就睡到饱。对啊，而且食物很多。都是下雨害的。你就做个雨伞啊。老舅还帮我踩手手哎、欸，反正我都要跑来跑去的、啊，好可爱。可是你也不用带着头灯跑来跑去吧？算了，反正听到。我不用睡了。哇，好赞哦！但我以为看他看那个，不是说他们会那个吗？因为声音。就是那个，啊，有没有锤子 ？OK， 地上都是啊。我根本就在玩《物产物语》啊！你不头灯一直亮着、啊，去找蝴蝶喽！我也在找。到处都是青蛙，倒是很多的。
种出榴莲的。狗狗哎、欸。狗狗？嗯吗？你可以引到牛牛那边啊。反正牛牛发情。嗯，所以他会先追我还是先追狗狗？先追狗狗会先追你。还在发情哦，可以可以。出现了，牛牛嘞？哦，这里。我结束了。找你们来，欸，走向我这，左上左上，如果没引好的话，还有一只冰狗在追小鱼，我看有冰狗，肉我也不捡了，就给你们去牛牛吧，我肉太多了。冰箱有吃的啊。嗯，没有，刚好身上有那个。哦，终于种出洋葱了。林正哲晚安。晚安晚安。哇，命运的角色不一样，这一个是新的角色，他是厨师，他不是 DLC， 也不是 MOD。命运的角色是更新角，待在家当厨师。那你枯树这边有没有盖那个啊？雪球机？不枯树啦，干草没有，你干草这边没雪球机啊？哦哦，我会盖的。我这个不能走。哎、欸，你头灯借我。嗯、欸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可以做。
晚安，小林学妹。晚安。哇，你在赛车哎、欸？对啊，他们家那边常常这样。所以晚傍晚就不会有蝴蝶了是不是。嗯。
么你那个看起来比我的亮？差不多啊。荧光果放哪里？荧光果放上面。我放上面冰箱。干嘛？你怎么了？没灯了。我按空白键去采收东西，妈的，把灯捡起来了，真是敌人。来来来，你们为什么晚上要聊天？我不懂。我快饿死了，等我一下。在玩我啊？不是我玩你，我在帮你，我想帮你聊天，跟你一样捡到提灯。对，就一直捡到灯，很痛苦。我也不想玩你啊，玩你怎么好玩？我看你玩的蛮开心。没有，说真的，我那快死掉，快饿死。怪物肉这么多、哦，怪物肉好多，变成蛋了啦！哦，对啊，可以变成蛋。你的草莓又可以收了。哦不，我等一下去收。等一下，我的冰还没盖好。齿轮吐出来了吗？我没看到齿轮。出来啊！快十二点了，抓完这一波蝴蝶就不行。蝴蝶生得真美丽。我顺便采了很多胡萝卜回去，很棒啊！哎、欸，看灰空，你这个烂炮兵！我忘记我要怎么看，你看得到？哎 ，It needs more fuels. 我靠，我还在看。我才刚到花田呢，哇！你这群蜜蜂死吧！妹妹转个三圈四圈，她就死光了。拥抱了。好疗愈哦，把东西都种在一起，这样子收。我记得有个 mod 是。种在哪里？啊，你等下蝴蝶给我，我种。好，明天再来打。我下次啊，下次再来做蜂窝。蜂窝，啊，再喷出齿轮机器了。然后，除了灯，感觉好像要再去找冰了，是不是？
浆果浆。妹妹啊，你快回来啊！我花。哦。要下雨啦！等什么？哎、欸，神话在我们家附近呢。还没长大，你可以打掉啊。丢给你。好。哎。哇，你两棵圣诞树刚好在。什么脏话？你两。刚好在那两个圈圈的外面，好强哦。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冰块了？有啊，你说有没有冰块是？是冰箱里面的还有没有剩？还是？没有，就是要去野外采冰块。嗯，应该没有了吧？春天了都。春中了，应该就没了。为什么你还有皮肤可以开啊？对啊，还是你一直都没开？我一直没开啊。我想说，我刚刚一死在旁边呢。想说我们是同时同时间的，哎、欸，没事，都行。哦，妹妹的贡献，一堆怪物肉。太远了吧？我记得蜘蛛女王的头是什么？蜘蛛不会主动攻击你。对对对，可是你李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啊、一直讲。好，一鸣晚安，我也快关了。对、啊，关了。好啦，关台啦，等接听锅。怎么了？那朵材料会修起来耶！我修起来怎么了？发生事？哦，这朵你采火焰花哦。对啊。哇哦！好、哦。你采，你们给我去采。哪里？这个啊。这个。哎、欸，材料会修起来。我们收起来了哎。然后嘞？等一下，我好热，我超热的。为什么？啊，火焰花要放在哪里啊？好啦，这边先关台啦，感谢各位晚上收看喽，那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，关台啦，感谢。